各位吉隆坡的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首先感谢DNG公司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淋巴讲座。OK， 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一些可能也是淋巴专家啊，有一些是美容师，有一些可能是护理师、理疗师啊。不管你们今天是什么身份的话，那我们就来一个交流啊。OK， 那当然呢，我们讲到淋巴 ，OK， 我们都会现在我们都在这个21世纪呢，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淋巴，对吗？所以呢，以前我们讲到淋巴，在20年前讲到淋巴很模糊。可是现在讲到淋巴啊，每个人都知道淋巴排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护理。OK， 那当然呢，讲到淋巴呢，我们首先哦，我们会想到什么？我们就要从这个毒素来进入了。OK， 所以讲到毒素，以前的人是不懂什么叫毒素的，他们只知道有中毒跟没有中毒哦。那我说呢，如果讲到回去以前呢，我们讲到毒素就好像是中毒这样子的。OK， 那我们都知道，在21世纪啊，这种环境，这生活在这样的环境，肯定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毒素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？我们来看下去，什么是毒素啊 ？OK， 毒素呢，我们都知道无孔不入啊。现在文明病这么多，现在的人危机四伏，很怕很怕毒素。OK， 那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毒素，才能够解决你面对的问题。OK， 那从我们一开始眼睛一张开，每个早上你就在吸毒了，有没有？啊，空气已经不安全了，哦，已经受污染了，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讲差不多要来了，这个阴霾差不多要来了哈，尤其这个影响很大，所以我们讲又加上这些工厂啊排出这些废